西亚特兰大吃喝玩乐，今天点外卖。我们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象，就现在有很多那种送外卖的软件嘛，就试试看能不能给我们送到公园里来。这边送亚洲餐的主要就是饭团和那个抽 bus， 点饭团看看。我这不618活动吗？嗯，真的呀。点券，点看能领券吗？多少？12点抢是吗？还没到呢，又是12点抢个券。嗯，然后吃大锅米线，大锅米线，米线大锅活动呗，大家省钱。我看看他们现在有写活动的事吗？我经常去那个金利来吃，他们家我。你看一眼，他有活动吗？30减8，30减8还可以。嗯，大锅现在有什么活动啊？看一眼。哎，0.99奶茶可以。就它了。0.99奶茶可以。点小菜。好，我想吃那个盐酥鸡。哦，要点。我要川本凉粉。这样就是停车场啊，做了一个备注啊，让他到停车场打电话给我，看看能不能送到。哎，节省了5块，这应该是我那个新人的优惠券，新人有5张5块钱优惠券。那如果我现在下，应该也有。你先别下，你别下，回头我邀请你，然后我还能再得10块，你先别下啊。那行，OK， 替人下单。那个点进来吧，先过审。哎呦，几点了？12:08，忘抢券了，我天。抢完了呀，明儿再抢吧。那先点菜去吧。干炒牛河。对，干炒牛河。对，菠萝。哎，行，可以，菠萝海鲜，可以。好，谢吧。OK， 好。一样的哈，确认下单了。他现在师傅距离我350米，我们要去取货啦。有一位朋友拉着我们小朋友的小车去取餐。哦，就2袋是吧？你拿个车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？谢谢您。好的，谢谢。现在是12:50，然后他比预计时间提前了快30分钟，应该是。他的这个包装很好啊。嗯，包装蛮好的呀。这是你的沙冰。哎，这些饮料包的挺好的啊。嗯。包装真的好啊！这什么？就这么凉哇，好好啊！啊，这是我的那个。哎，这个，你看，这盖儿有点高级啊。对。进来也快到了，我已经看见了这个送餐的小哥哥在路边的椅子上等我们呢，很近。哎呀，服务还是挺周到的嘛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等他把车过来吧，放车里。好。辛苦了，对，有餐具的，应该是够的。OK， 第二锅餐到位，炒饭哦，哇，好大一份炒饭呀！对，行，这是炒牛河，耶，开吃，开动，开大小朋友，这个大骨的粉好吃吗？米线好吃，没有进来这个好吃吗？我觉得他家这个有锅气，还不错。我们现在正在愉快的进餐，然后刚才算了一下，人均差不多是15到20的一个标准。从吃外卖的角度其实还是挺划算的，因为毕竟是很方便嘛，这样大家就知道了，以后在公园里跟朋友们一起聚餐也是可以点外卖的哦。今天在公园点外卖成功，耶！